弟弟看到了一家猫猫饮料店，里面的话有三只猫咪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猫猫。啊？怎么了？今天点过来的。对啊，这个是。你用在这里买吗？没有，我是在那个101看到的。好喝吗？这个好像是猫奶。猫的奶哦，这杯饮料不是猫咪的，我们先去好不好？那里有三只，然后还以内用。你今天想进去里面喝吗？看起来好像，看起来。